天经过这个收集大家的问题之后的话呢，发现这个就是第三、第五、第七、第九，哈，也就是这个克洛兹的这个 A 篇的3579。OK，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3579的问题到底在哪里。OK，so we have to start from heed. Okay, so he'd stopped by his brother's place to catch up and usually took the winding paths that led through, 好，这个 through 这边拼错字的哈。Okay, through meadows, wild flowers, rippling stream. Okay, 好，然后呢，这边说 all of which, 答案是 all of which。OK，好，那这个当然跟后面的句子的结构有关呐、啊。好，因为你后面是 his son who was obsessed with making money。好，这个是形容词子句啦。哈，who was obsessed with making money？好，主要的后面这个句子里头呢，这个 his son。OK，这个地方啊，哈，这个 his son。OK，好，这个呢 his son 这边是我们这个句子的主词。对不对？好，OK，然后呢，took，这边我们看到 took 的话呢，是我们后面这个句子里面的动词。好，所以这边的话说，他的儿子的话是什么什么东西为 nuisances，都是一些很无聊、很不必要的啦，哈，OK，很烦人的事情。好，那所以这边的话，这个 took 必须要有受词啊，对不对？好，好，那所以受词的话呢，应该就是。在这里，在这里，就是这个关系代名词的部分。好 ，OK， 好，那所以呢，其实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啦，就是什么，这个 C 跟 V 其实就都不行，因为呢，他们都不是关系代名词。好 ，OK， 或者是都不是名词，至少都不是名词。OK， 好，那这边的话呢，再来看的话 ，none of them 跟 all of which。OK， 好，那 none of them 的话呢，当然第一个不行的话呢，是因为他这边用的 them， 那 them 的话呢，这边不行哦，哈，因为我们没有连接词，那要不然的话，你也至少要说 while none of them 这样 ，OK？ 好，那再来的话，当然因为它又不是关系代名词，对不对？好、哦，不是关系代名词也不行，而且用的 none 就不对啦。他的儿子没有把这个他们的任何一个视为，其实他是把所有东西都视为是很无聊的事情哈。OK， 所以这边的话呢，当然我们就要用 all of which， 只说呢所有的这些 all of them and all of them。那这个 them 的话，指的就是这些 meadows, wildflowers, rippling streams。OK， 好，还有呢前面的哈，他呢会去他弟弟家拜访什么有的没的这些的哈。OK， 好。OK， 好，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到第五题。那第五题的话，就从 the father 这边开始。The father stopped and spent a few hours helping the farmer out the ditch. OK， 好，然后呢，这边的话，因为他前面讲说他儿子一直不要让他爸爸停下来，就他那个爸爸的话就停下来，而且还花了几个钟头啊。所以呢，这边我们要用什么 ？By the time， 好 ，OK。好，他们呢这个回到路上继续出发，那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为止的话呢 it was already past 8， OK， 好，所以这边的话呢，你讲说到什么什么时候为止已经如何如何了、啊、哈 OK， 好，然后这边的话呢OK， 我想可能有同学的话会比较有点困惑的是说我可不可以用 while 啦，好，这样 OK， 好，但是 while 的话呢比较没有办法呢跟前面的 OK， while 的话比较没有办法，第一个它比较没有办法跟前面你讲的那个他们花了几个小时，所以直到回到路上继续出发，哈，第一个没有办法表达这个意思。再来的话呢，这个 while 哈 OK， while 的话呢只说同时，对不对？好，当他们回到路上的时候，另外一边好又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当他们回到路上的时候，好，比如说呢，这个月亮高挂在天空中之类的，好 ，OK， 好，它并但是你这个句子并没有表达这种两件事情同时发生，所以我们不能够用 while 这样子 ，OK， 好，after 啊，哈，说实在的，
我有点疑惑，为什么他不能叫你用 after 哈、哦？他可能觉得，出题老师可能觉得用 by the time 比较好吧？好、哦、，OK，好，来，接下来我们看到，那要不然其实这个 after 这个意思啊，哈、哦，没有太大的问题才对啊，哈、哦。OK，好，但是呢，他这边呢一定要特别强调说呢，因为这个已经的关系啊，好，这样子可以在他们回到路上出发的那个时候之前就已经是这样子，OK？好，它呢的重点应该是在这个 already 那边，所以你一定要用 by the time，OK？好，来接下来第七题，Question number seven，suddenly 我们从这个 suddenly 这边来哈，suddenly a great flash split the sky，followed by what？OK，这边的话我们是要用 what 哦，因为 what 的话呢，相当于是 something that，也就是说呢，你可以呢用 something that 来取代 ，sorry，好，所以这也就是说，同学，你为什么不能够用 something 的关系？因为你如果用 something 的话，你还是要有个 that，OK，、okay? 好。那不管你用 how 或者是 that 的话，那都是一样的道理啊，哈。因为你用 that 的话，你就少了 something，而你用的 something 就少了 that，因为我们这边需要一个名词，OK。好，然后呢，你又需要一个形容词子句，那唯一的就只有 what 它可以呢结合名词跟这个关系代名词，然后这个 what 本身就可以呢代替全部某样东西，然后它怎么样，哈。OK，好了，接下来第九题。Their destination，我们从这边开始看。Their destination，the city of Hiroshima，turned out to be destroyed。OK，因为这边我们讲的是结果，好，他们的这个目的地的话呢，结果，因为呢，他们本来还没有看到的时候，他们在还没有翻过那座山头的时候呢，是哦，这个半空中呢有闪光，然后呢这个有声音啊，哈，这样，OK，好。然后结果等他们看到的时候，哦，原来结果是这样，turned out to be，好，到最后的结果是 to be destroyed 这个 be 动词啊，哈，这个 be 动词呢要这个要记得啊，哈，OK，好，所以呢，be destroyed 被摧毁了，这样，OK，by sight，OK，好，那这边的话呢，这个 sight of 的话，请同学把它划掉，只要说 by a U.S. atomic bomb 就可以了，这样，OK，好。那有的同学呢，会有点疑问说，为什么不能够用 was meant to be 呀？哈，OK，因为 was meant to be 的话是指说呢，它是注定要被怎样怎样的哈。那这个不能够说是注定吧？哈，因为注定的话有点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 was meant，那到底是谁去 mean it？通常我们就只说老天爷。好，那应该这边还没有，我们并不想表达这个意思。好，这样 OK。当然，有时候我们说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是。很难讲啊，哈，好像有时候真的是有点命中注定，然后众多的小事到最后就造成了某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还是不会这样讲，好，因为这样讲的话呢，感觉上有点，哎，太夸张了一点，哈，所以我们呢还是用 C 这样子，OK？好，那 A 呀，哈，A 的话，其实呢，这个 wind up 的话呢，其实也是有结果的意思。但是你如果要用 wind up 的话呢，wind up。你后面不能够用，你后面不能够直接用 destroyed，你还是要有一个 being 啊、wound up，sorry，being destroyed，OK，这边我们还是要有这个哈。好，所以呢，我们到最后还是选 C，OK，好，那不知道到这里同学们问题啊哈，我们先呢看这个 A 篇就好了，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B 篇，OK，拜拜。